搬书错了吗？哦，其实被消费是搬书吗？对啊，对了，对了，对了，没错没错。搬书错了吗？搬书就不能死吗？各位观众，大家，我是不会结音的黑仔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这部影片没有任何的歧视意味，我们尊重、包容、友善，保持着就是我们真的是尊重，我们还邀请到了原住民来一起拍片这样子。可以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订阅，因为我发现我后台还有还有陌生的观众是还没订阅，大家可以帮我订阅看一下，年底可不可以冲60万订阅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看啊，憨胖这两个场景。现在都失去意义了。超级英雄漫画守则，没有人永远会挂掉，除了班叔。我干你啊嘞，真的。他讲得很实在，他讲得很实在哎。不论哪个版本，班叔必须死。对，班叔一定会挂啊。如果是 DC 的话，就是蝙蝠侠他爸妈一定会挂，然后还有闪电侠他妈这样子。金线人脸像台风，网民 key 自己一样发现完美 match， 就那个台风看起来像脸。然后他就把脸披上去，发现哎，完美符合。哦，对啊，你眯眼看，他就是那个啊啊的那个。对啊，听说巴黎奥运的女子组很受关注呢。OK， 确实蛮受关注，他应该是案子第四组这样子。但是确实最近看过蛮多运动的女生，然后很漂亮，真的好强，他们都有化妆上阵。以射击项目作为第一面出炉的奥运奖牌，是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开始的传统。不知道人知道人，我求懒人包。反正它就是一个恐怖事件，然后是在慕尼黑奥运会前，然后射击项目第一面出炉的奥运奖牌，刚好是也是当年。当你是中国学生，结果考试考这一题。胡说八道，一言九鼎，三头六臂，五湖四海，八九六四，八九六四是什么？六四天安门事件啊，89年啊，是吗？我不确定是不是89，哎，看应该不是哎，因为我85年生的，89我不确定是什么，但64一定是天安门。六四的话，但89不知道是什么，好深度梗哦。完美的 cosplay 并不存在，我靠，太像了吧？那个川普太像了吧？那个金正恩太像了吧？这是 cosplay 吗？这是 cosplay 啊！没有笑，没有笑，哎，他笑了，他笑了，我现在才发现，原来那个也是 cosplay 啊！哎呀，真是的！哎呀，没看到，有人有穿薄装啊，对不对？对，不长眼力啊！而且你知道最近迪士尼的那个第一代米老鼠已经那个什么版权已经是变成无版权了哦，因为太久了。对，那是黑色。胎教音乐能帮助胎儿的身心灵有更健全的发展。西班牙一家医疗机构最近发明了一款特别的胎教喇叭，哦，可以放入孕妇体内，更近距离将音乐播放给胎儿听。音响，音响，不错，不错，不错。得分、嗯，这个可以得分。哦，哎，很屌哎，这个有得分，这个得很多分哎，这很厉害，这个蛮厉害的。Nice。那些不能在比赛输掉的选手，日本、美国、南韩、北韩，哦，对，因为等下输掉回去可能就啊哦。小孩收到一定会很开心的。小猪佩奇拼图玩具，没关系，好险这个之前有出现过类似的培根嘛。啊，当初为了这两幕所留下的男，哎，怎么会重复啊？怎么重复了？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消费班叔？班叔错了吗？哦，其实被消费是班叔吗？对啊，对了，对了，对了，没错没错。班叔错了吗？班叔就不能死吗？你难道就不怕我为你出庆忌吗？当你不小心功德做多了，上天堂却看不见你的朋友。哎呀，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也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不会上天堂的部分。你可以讲赛啦。你知道一个胖子不幸变成植物人叫什么吗？叫什么？多肉植物。你是不是在看？没有。你怎么会变植物人呢？才不会。你顶多就是会呼吸的肉。哦靠北哦。为什么？他手上是那个冰拉灯。对啊，这什么意思？没有，就只是手上是变拉灯而已。现在日本追番，以前日本追番，你不是很爱追番吗？我蛮喜欢看新番的。那你刚刚生出的小孩，所以我现在是老番了吗？对，是老番，你是旧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今天最好的。哇，很会射的。哇，射的很准哎，直直的瞄准黑色的哦。我也会。我现在往前插，信不信我可以插黑仔熊？我看我往前插，然后怎么会中到？有什么好看的？你快点说啊！可是你有薪水拿呀、啊。美国奥运代表在这次的奥运射击项目中没有取得任何奖牌。两周前我们不就都已经知道了吗？为什么是两周前？为什么？什么意思？我们需要解答一下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跟川普有关吗？子孙满堂什么意思？趁妈妈出糖尿病三姐狂克天堂，送医全死亡。我操！子孙满堂。
三小为什么有个人抓他鸡鸡？屁你是鬼扯淡吗？触感不错，虽然小了点。这个不错，真的是受不了台湾人，怎么都是谐音梗。史上最佳爸爸，他的左手那一个放下，拜托。哎、欸，他长得真的有点像哎、欸。对，左手那个放下，拜托，不要拿，不，不要练成，不要练成任何东西。真的假的啊？这是 cosplay 表演吧？难怪他故意穿的跟那个弄的跟那个很像，他叫什么？查克吗？好像是塔克哦。哦，塔克，塔克。塔克吗？我喝了。哎、欸，那修塔克是谁啊？还是不是塔克啊？修塔克不同人。钢炼，爸爸。大哥哥。对啦，他就叫修塔克啊。哎、欸，真的啊？他就叫修塔克吗？嗯。哎、欸，真的哦，就他、啊、哦，哇、哦，这个表演，而且你看他的脸，他的脸是重点，他瘦超慈祥的啊，靠腰，土风火，哎、欸，水、哦、，OK OK， 火，噔噔，我有人巨恶魔，我有三个恶魔，我有爸爸妈妈，干哭啊，而且右下角蝙蝠侠，我们刚刚还在讲说。蝙蝠侠爸妈必须死，对，没错，结果他爸妈真的死了，干哭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中间就是他的能力是什么，他有能力，他还没有讲，他没有。可他应该有跟恶魔签约，因为不然他那时候太屌了，他就没有被杀死的那一个啊。对啊，他只是那个怎么叫什么局的一员。我楼下的邻居装了钢管，我的钢管，各位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把钢管拆掉，让他跳到一半。哦，可是这个真的是要钻破才会这样，而且要那个到底要多长啊才会钻成这个样子？干，因为你上面还有水泥，对啊，在钻那个，他是故意的呢，互看不顺眼而开始超度对方，哇塞，是法力攻击，是法力，你竟然喜欢这一个？这个蛮喜欢的，我而且这个位置是那个你的名字那个位置是吗？对啊，你的名字往后看啊，这就跟刚刚我们看的摔跤一样啊。啊，念力攻击，摔跤前念力攻击，这个也是，他们其实是咒术回战。这边完了，这一区要小心了。哦，是不是射骨？哎、欸，没了，哎、欸，没嘞。我们刚好看到最后，其实我们看蛮多的，因为前面很多，只没有有几个重复。可是今天那个拼图真的很屌，看到我吓一跳。拼图超屌的，看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我看一下。啊，那个追番，干追番超屌，赞哦！追番真的超屌，我们可以拍一个短片。不要又来，你又想要挑战大家的底线了，别！我们可以拍一个短片，拍黑仔熊在跑，我拿吉他打他这样子。助手，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梗图系列，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地狱梗，这样没错。那在结束前呢，啊，各位别忘记，可以订阅我频道，目标年底可以突破60万订阅，我现在好像580000，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按赞分享，然后订阅黑仔熊频道，按照我们的粉丝专门是 Great， 那我们就下部连见，拜拜。拜拜。